最近中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呢，终于通过了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案啊，就彻底让这个港独嘎杂黄梅无处遁形，香港将恢复长治久安的这个和平和这个繁荣昌盛啊。结果呢，川普又开枪了，这个王八蛋的，对不对？顶那个肥很尬惨，就是说。你们中国治这个港版这个国家安全法，我要强烈反应，你反你个屁啊，顶你个肺，反你个球啊，神经病嘛。中国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，这是中国的内政，对不对？互不干涉内政不懂嘛。川普就知道退群，这回退了这个联合国，那边又退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，一天到晚把美国所有的这个国际关系全部搞砸，他回家他妈享受快乐去了顶。